那我们有去问过那个王美花局长，然后其实今天这个会有点奇怪一点，是好像会场上都是权力人，但是利用人好像都不见了。那这一点老师有没有什么看法？你说就没有利用人这个事情？对对。其实我会觉得我刚刚发言也是觉得比较奇怪的一点，就是今天好像变得是一个很对立的状况。那我的基本的立场是，我觉得创作人跟利用人本身并不是这么对立的，因为是应该是大家互相把这个创作人写好的创作，使用者付费，或者是我的观念是感动者付费。现在是这样子的，因为网络上视听的功能太多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去支持那些让你觉得感动的这些创作人，感动者付费。那我会觉得，因为目前我自己的理解是，为什么这次会有这样子的修法，就是因为在现在现行的实务上面会有很多。比方说我已经缴钱买了卡拉 OK， 为什么我在我的车上播我还要再付一次钱？又或者是说，我的朋友也问我说，明明在这个广播电台他们在播歌的时候就已经先付过一次广播金了，为什么我在我的 7-Eleven 或在我的商店里面在播歌的时候你们还要重新付费？那我会觉得这个中间我们的协会在收钱的时候其实都有他们的理由跟他们一套逻辑，但是这个东西并没有跟使用人当中去做很好的沟通。又或者是说，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的收费机制其实是很混乱的，就是我今天要在我店里播歌，我不知道要把钱，我要付钱，但是我不知道要付给哪一个。我付给 A 之后， B 跑来跟我讲其实你有用到我的歌，那我就觉得为什么A 也要付， B 也要付， C 也要付，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子的争议出来。所以主管单位他们就一天到晚会接到一些陈情，会接到很多这种案例，所以才会有开始他们面临到这样的状况，所以他会去广邀一些学者来去了解说，那现在国外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哦，然后我们可以做怎么样的修正，所以才会我刚刚这样子跟局长对话的时候，我得到的讯息大概就是因为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才会有这次的修法。那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现行的这些，因为很多使用者要去做这个付费的动作，对他们造成困扰。那这是一个循环嘛，所有的东西都回到智慧财产局这边，所以才会可能好像现在让我们感觉所有的修法都是导向争议的这一块都是由使用者提出来的，然后他们在征询的时候也请学者他们提出一些建议，怎么样能够解决目前的现状。那目前的修法的状况好像是很多东西让它就地合法，因为复杂所以让它就地合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不太符合一个法律的精神，因为法律它应该是要去确保权利跟义务，那你要保障我们人民的财产权。举个例来讲，你不能因为每年退税，如果说我今年只退15块，国家能不能跟你讲说对不起，因为15块影响甚微，我这15块不退你了？国家不能去立这样子的法去侵害人民的权利。那但是在合理使用这个东西，那个是一个国家订立一个游戏规则，在使用者跟权利人之间，大家来去寻求一个中间模糊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好好的共同生存，共同来使用这些所谓跟智慧财产权相关的这些作品。但是你不能做一个太偏颇的这个立场，你应该是双方的这些情况跟面临到的问题都整合之后，再由中间智慧财产局他们来把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修得更好。对，所以你刚问说为什么今天都是音乐人来，因为其实一开始现在修正的法条，我们所看到的其实都是让现在很多存在争议的这些议题就地合法。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主管机关的便宜形式，从我们创作人的立场看起来比较像是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我在网络上我也听到很多，比方说站在利用方那这样子的利用人的这个立场的朋友，他们其实有一些看法。其实
我觉得创作人跟这中间是有一些可以去调整，让双方都可以达到双赢的空间。那就光端看我们的主管机关怎么样去让两方面其实本身就不是那么对立，不应该也不应该是一个绝对对立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那个观念是，使用者能够把你的支持传递到那些真的可以写出让你感动的这些创作人身上，他会写出更好的作品还给大家，那个才是一个他我们在法律上面所谓的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进步跟让我们整个我们你看文化产业，其实韩国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例子了，文化产业其实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弱。金城武去台东拍了一个拍了一支广告，就让池上那个地方繁荣起来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去小看文化产业他们能够带来的这个经济效益。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很高兴像今天局长在最后他愿意说给我们一些承诺，让说暂时多听听我们的想法，因为其实我觉得并不创作人这边并不是这么样非得给人家感觉说我们就死要钱嘛，讲白了就是这样子，好像锱铢必较，每一个东西都要去跟人家要得很清楚。但我觉得那个只是第一个基本原则，我们争取我们该有的权益，要我们把权利让出来，要有一些配套措施，比方说真的是为了公益，真的是让一些弱势的朋友能够使用到我们的作品，我们是很乐意的。但你不能用一个法律就很蛮横的把我们的这个东西一个法律立下去把我们的权利阉割掉了，而应该是说你们给我们选择的空间，我们自己会去判断说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愿意无偿使用，我们会不会我们愿意不愿意把它拿出来做一个公益的使用。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权利留在我们身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立场，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